啦，哦，比如讲咱即看到吼，茶具搭配，即款像是简单拄好一些内底，头一个茶具搭配是一个，你要泡什么茶，啊要用什么器具，过来壶的主体，即、这个茶罐啊，会当表现出来了后，伊周边的器具，周边的器具，哦，周边的器具能不能相互的呼应？相互的呼应。当然，如果能讲饮茶气最大，是一种头一个享受。过来就是讲饮茶，除了气最大有以外，在茶具，哦，在茶具边啊遮的，哦，会当去稍微去注意到，安尼这是一个品茗的世界。哦，品茗的世界，哦，三口为品，一口香，二口味，三口味，品茗的世界。过来就是诶，饮茶一个术，饮茶个术绝对就是干哪讲啊，饮茶茶具搭配安尼就好，甚至讲一些精配氛围，包括人啊人中间的去应对。当你坐入了哦，哦，比如讲刚刚说啊种诶，咱在坐入之后，甲这个主泡者甲茶女在两个呼应当中，哦，这是一种艺术啊。这种艺术，哪怕讲无讲话，在坐定，跟他好好的饮一杯，讲二十分来啊，我有呐小水仔饮一杯茶。这杯茶中间吼，哪怕讲无讲话，咱豆豆饮，饮起来，迄、那个感受。干啦，唔是干啦，地味啦，尔，对，唔是干啦，地味啦，尔，嘛是人甲人中，佮阮迄个新的交往之类，嘛是因为这个有这个经过，哦，包括泡茶的人又去注意到泡茶三要素，包括讲咱饮茶会当用真轻松、真自在，甚至讲迄个感恩的心，讲感谢做茶的人，感谢泡茶的人，感谢这杯茶。用一个感恩的心，那是饮茶人的饮茶心境。哦，过来就是讲，在茶具搭配的部分，每一种的茶具搭配，相信讲绝对有伊的用途，甲伊的使用的阶段。哦，比如讲伊茶壶，除了讲茶壶、茶盅、茶杯、水椅之外，哦，伊是不是还佫有其他，比如讲类似讲一朵茶的花？茶花的部分，小花的部分，哦，当然最重要是泡茶人，伊将茶泡好势，将茶汤的部分表现出来，伊真正的香、甘、滚、淡、香、甘、滑、重，还有很重要的泡茶的礼仪、喝茶的礼仪。泡茶的礼仪很自然的，它是以它的动线为基准。它是以它的动线为基准，这个动线基准的时候，或许每一个人，哦，一个动作，哦，不是讲一世人，哦，干了机器人，安尼去跑，哎，迄条不是结束啦。当然，生活对人生啊，除了认识地、学地、唔知影地了后，过来就是这生活对人生，生活对人生，各种人生的过程，干了一个剧情同款。敢若咱伫行去个剧剧，哦，这个剧剧，人生个剧剧变化万千，个人个剧剧随心所欲，社会剧剧成交费用百折不扣，哦，成交费用百折不扣。一生中对创造这个生命开始，出生旅途命一定，成长个过程是后天的安排。教育个开始，了解着生活个规矩，做人个本，智慧开发，这了。这知影生活中间为人处事尽在尊重，思想的开发是深刻对人事地物的解了解，根本的人性更应该了解咱每一个人生活目标、追求的方向，如此才会效果这么好，心头难平衡。人伫讲三昧都效果这么好，讲三无障碍，全无方向，一种的吼是讲效果同款，但。如果若讲对饮茶、对学茶、对认识茶，哦，甲唔知影茶了后，你会当体会讲生活中间真正有迄个人生的多所在。哦，所以我用这个结构的部分来切入咱的人生的过程。